我家师兄啊，就是恒持这一念哈、啊，能够做环保，就是护大地、爱地球，实际上就是不忍地球受毁伤。没有男子汉，就有一个男武汉。男行能行吗？不是人说的吗？人家看你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话，他被感动了，他自己也做，就影响他，他在影响别人，一个人影响一个人，不就影响越来越多的人都来爱护我们这个地球。你要是不攒起来，都是扔到那里，就到处都是啊，对这个环保也不干净，也不卫生。感谢你们为了环保，这个是不是干干净净的。期待每一个人都积极地参加环保，积极地爱地球，敬天爱地是我们慈济人的一份责任和使命。李七看到了这个花心绿叶的人，那叫做菩萨，一念心起，身体力行，就可以呢做的很多事啊。菩萨叫做菩萨行，菩萨行，菩萨行呢是利益自己，增长慧命。菩萨行呢就是入人情啊，见苦难啊，拔除众生的苦难，这都是菩萨呀。所以世间需要人与人之间互相互动，互相的牵修堪呐、啊，这相扶持才能做起好事来。所以这看了看了我都很感动、哦、那这都是我们要知福啦，都是我们要惜福，这都是在平安的地方，我们呢、啊，日日平安，时时都可发心啊，去累积人与人之间的祥和、爱的气氛，叫做幸福。幸福人生啊，就是这样的和和互协，好的事啦、啊。互相勉励，那互相推动，让我们的社会平安啦。但是呢，天下呀，普天之下，苦难是偏多。我们能不担心，能不烦恼吗？所以说天天烦恼啊，这人呐、啊，我们要共同呢提起了戒慎，要戒慎，要多注意，注意什么？注意自己言语动作，注意自己。待人接物，自己有没有与人啊和和互协，这都是要起因，都是自己太看重自己啦，天天呢都顾起了我，我我，把我这种膨胀大了啦，容纳不了别人，所以呢不断的争，
不断的技巧，不断彼此之间呐、啊，烦恼无明覆盖了，就是整个生态，这都是人类的无明啊，人与人之间的无明相对，人与人之间的过贪呐、啊，贪的。贪婪没有止境，所以这样的无明呢，覆盖的变成了这铺天盖地啊，众生造业，就是众生供养，众生造业，那叫众生供养啊，啊，这是很深啊。要说嘛，说不完的众生如何集尽的、啊？所以佛陀说，苦集。我们现在呢，要如何啦？学会啦，来灭除，爱灭敌啦，这个集的烦恼。自己的我，大我，心灵的贪嗔痴，没有自我反省，没有自我能发现自己的心灵的真火不断在燃烧的。这人与人之间呢，这彼此造业啦，每一个人都不自觉，所以我说要接生啊，人呢、啊、要在天与地上啊，我们要时刻的用虔诚的心，这个平安。那就是人间平安，人间平安呐、啊，才是福。那要造福人间呢，就是互相了、啊、勉励，日日好日，时时好时，好时好日呢，是要靠着人好话、好心意，总是呢、啊。天天时时，分分秒秒，要记得好，做好人，要说好话，要做好事，这才能真正的呢，人世间呐、啊，天天的平安、快乐，互相互动，要不然呐、啊。总是呢，众生各做各的业，这都是恶业啦，利己不利人，这种的利害的共业累积啦，天天我都在大大的呼吁人，人呐、啊，这个时候就是。人类要大觉悟的时刻啦，人人要提升起啦这份真诚之爱呀、啊，不只是人爱人，更需要人爱万物，总是能展示出了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爱。爱起来一切动物，这都是我们现在要提倡的。总而言之呢，平安的时候呢，总是要多累积福，但愿我们长长久久永远的平安，我们呢分分秒秒的花心立愿为苦难人来付出，当然啦、啊，
我们更要祈祷人人平安。但是呢，佛陀说啊，因缘果报，人间苦难是免不了的，总是呢有苦难人。我们呢，心心念念呐、啊，都要发心立愿，去救真的苦难人，那就是菩萨心。所以啊，菩萨们呐、啊，都是要真诚的付出了、啊，才能呢，真的是被称为菩萨，成为菩萨哈，和人称菩萨啦、啊，啊，咱都爱信菩萨哈。所以呢，要时时发大心、立大愿，把握时间，莫空过呀。